今天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向你表达我的爱。江慧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我爱你。彤彤，你说仔细一点，你爸爸和姜老师到底到什么程度了？仔细一点呐，就是他两个人紧紧的抱在一起了。真的吗？嗯，这下可好了，我们总算把你爸爸给打下了。张彤，哎，来来，你给我解释清楚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今天在咖啡厅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你安排的？哎呦，有话好好说，干嘛发脾气呀？是不是你安排的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自己不去解释，要我帮你解释，行，没问题，我去了。然后你又安排这么多的事情，加深了我跟张老师的误会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姑娘想要个妈妈，怎么了？错了？你看她从小缺母爱，碰到一个她喜欢的、她信任的人容易吗？她，你干嘛跟她发脾气呀？妈，事情也不是这样子的，两个大人能在一块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。你觉得就当过家家一样，种了花然后抱在一块儿就能在一起了吗？不是这样子的。那我问你，姜老师到底哪儿不好了？姜老师没有不好，但是我跟他……你就不喜欢老师对不对？你烦老师对不对？我对老师也没有意见。那你为什么不能跟他在一起呢？你们 ，Oh my God！ 我说了，两个人能不能在一块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是你喜欢，你也喜欢，那有没有人考虑我喜欢什么？那我们喜欢的人，你为什么不喜欢呢？行，我说过你们，我仔细想想。你不是说他俩都抱在一起了吗？我见到的确实是抱一起了呀。哎呦！
的事儿，丁家都跟我说了啊。什么事儿？没事，挺好的。节哀顺变吧，挺好的。哎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哎，我跟你说真的啊，这种事儿不能勉强啊。你看你现在就是要打游戏，荒废人生。哎，这事儿现在已经不是我乐意或不乐意就能够解决的，好吗？已经不是我能控制的。哎，这就叫烧香招鬼了。我跟你说，江老师爱上你，那真是你要不赶紧的想办法脱身，可就来不及了。少说风凉话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办法，办法有的是。你说啊！哎呀，这很简单，你先跟他先勉强谈着吧，先把他稳定住，别让他出事儿，知道吗？回头你就把你骨子里那些个恶心龌龊啊、不要脸这些东西就端出来，他肯定离开你了。你这方法靠不靠谱？靠谱，靠谱，靠谱，靠谱。这当年都是我的大招，多少少女啊，为此望而却步。那些少女望而却步，是因为你的颜值，好吗？哎，是因为我的颜值。不行，你刚说那个不行。他之前已经受过很多伤害了，你得想个办法是。不伤害他，还能让他觉得说离开我是件很高兴的事情。那你就现在就过去，就你现在这一脸的衰相，他看你可能特愿离开你，会特别快乐。哎，这我不玩了，你不玩，别怪我。哎，别急，嗯，想午睡。四、五、接。我听。喂，江老师。怎么还叫我江老师啊？叫我江慧吧。好啊。哦，怎么了吗？那叫一声听听。我在公司开会呢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搬出宿舍，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房子，你下午有没有空陪我去看看，给我拿拿主意？好呀，我公司先忙，然后回头我给你打电话，好吗？哦。怎么回事？工作日还找你，有什么事儿啊？他说要搬家，让我帮他看房子。哎呦，这么野吗？要跟你同居啊？想跟什么呀？哎，你倒可以，那什么，那个将计就计啊？怎么将计就计？你别去，对吧？你就闪着他，让他死等去吧。哦，行，我现在打电话告诉他。不，咱打电话。你不怪我啊？那怎么办？手机关了呀。把手机关了。对。这么贱的招你都想不出来，可我不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哎，等等我啊！你怎么那么晚？哎，为那1500万呗。不就1500万，多大点事儿啊？天天挂嘴上。什么多大点事儿啊？我养家糊口，大哥，那是点儿吗？我什么时候能够开机啊？开什么机啊？手机啊。你还没开呢？没呢。快开吧，那江慧早就给汽修克了，肯定。哎，你以后哎，自己也开动一下脑筋。发挥想象力是吧？事儿就解决，没那么难。果然是大招。对，想象力啊，发挥想象力，这事情简单。哎，张红星，我听见了没有？来笑话，找你算账。嘿，下班了。对。你想爸爸？哎，瞧我这脑子，不好意思，我下午太忙了，没回你电话。没事，我知道你忙。
那个房子我自己去看了，有几套挺不错的，我拍了照片了，你帮我拿拿主意吧。好啊。看，你现在这些家具都可以给我们，而且我觉得价格也都挺划算的。嘛呢？练气功呢？啊？跟你说话了？他有女朋友了。谁啊？张无心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看见他们俩抱在一起了。在哪儿抱一起了？在餐厅。他女儿带我去的。就那美国妞，你一去。就看他跟别的女的抱在一起啊？嗯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世界这么大，怎么就那么巧啊？你一到那儿，你就看见他俩抱一块儿。有什么奇怪的？那他怎么会知道他们俩抱在一起啊？世界这么大，怎么我就撞着了？你问我呢？我又不是当事人。我怎么知道？干嘛呀？那么吓人啊！现在哭什么哭啊你？我忍着。还是面目第二在呢，吓死我了！哭哭哭！你一天到晚你就知道哭，你有本事到张无心面前哭去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你真以为你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宇宙无敌美少女啊？我告诉你，错过张龙兴这个村儿，你可找不回这么好的店了啊！关明，你有病你知道吗？你咋有病呢？你上大学的时候你就这样，一点捕风捉影、什么绿豆大的事儿就开始纠结，拒人于千里之外啊！哎，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一点长进都没有呢？一遇见事儿就知道躲躲躲、藏藏藏。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？能不能替别人想想？你给张无兴一个解释的机会，怎么了啊？能要你命啊？能死是吧？对，能死。我知道我毛病，我就改不了。真的爱他，我太爱他了，我真的爱他。别哭了，莫莉亚家的。我怕你背不起。哎哎哎哎哎！哎呀！江辉打电话给我，叫我晚上去帮他搬家，你怎么看？你怎么觉得呢？你是不是傻？我怎么能去啊？不去。再放一次他鸽子。哦，你的这个头脑真的很僵化啊。
没有，我看来你真不行，这一招有失两变的吧，大哥。再说上一回那招好像没太灵啊，所以找你来商量。去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上次不灵呢，就是他没有亲眼看到你的不靠谱。这次，你现场，活人大表演。怎么表演不靠谱？你就是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担。 你平时那德行，好逸恶劳那劲儿，拿出来就行了。我再信你一次，下礼拜二一块去。我不去，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，我去干什么？嘿，鲜花也要绿叶衬呢。我表演不靠谱，你就去献殷勤，这样就显得我特别不靠谱啊。就这么注定了啊。 石头砸自己脚了。来了来了！江老师，丁阳爸爸，你怎么是你来了？啊，对，我是听说您搬家，我过来搭把手啊。哦，张红星呢？ 你怎么了？哦，我今天在办公室太累了，所以没什么力气。怎么累成这样了？快进来坐，快！还有我椅子都已经弄干净了，你先坐会儿吧。谢谢你哦。让你工作别那么上心，你看你累的样子。我把书整理好就行了啊，等我一下。哎哎哎，不，你看你这德行，哎，什么帮不了你，得帮人拿东西啊啊！ 哎，那个，我帮你拿吧，你拿。不用，这个事儿。对，那我帮你把这挂上。哎，我为你身败名裂啊！但刚才进门不错，我觉得江老师真的挺贤惠的，有点不落人类。这靠谱吗你？靠谱，靠谱。啊！ 我很快就好啊，你坐会儿。哎，这么多东西都是你一个人搬上来的呀？哦，不是，我找了搬家公司，大家具都差不多，就剩这些书和照片了。哎呀，你看江老师忙的都没时间喝杯水，我给您倒杯水啊。不用不用，那个水不干净，你用这个水，你帮我给张红星倒点水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他还有脸喝水？不好意思啊。你好好休息，坐着没事。啊。 你别管我，你去坚持演点暖男，至少累一点，就快成那个了。坚持坚持。你别管这个，你就做出反差来，不就完了吗？你，哎，你不用管我了，你就给我演好看。哎呀，快快快快！啊！红星，你真的没事啊？啊？水都洒了。 张红星，丁阳爸爸，差不多了吧？哎，哎呀，把你累坏了，快坐会儿。全完成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你快坐会儿吧。哎呀，你这房子看着行哎，真是五脏俱全哎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样样不差。 以后不是得在这过日子了吗？我们得做饭吃呀。你累了，赶紧来歇歇，我给你拿点喝的啊。哎，行了啊，别演了，都收拾完了。你坐，你坐，你坐。哎，别理他。喂。
美瑶。喂，有空吗？我们聊聊。好啊好啊，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。那在咖啡厅见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要去哪儿你？你这孙子，我丢了半条命了，你还要出去逍遥？你就闪个烂招，烂招，人都看出来。老妖。嘿，干嘛呢？怎么了？江老师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去。他去哪儿啊？公司有急事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在外头吗？门卡住了，电梯卡住了。手机呢？你喝点东西，辛苦了。谢谢谢谢。让你做那么多事情。没事没事，江老师，那个也不早了，我也回去了，因为老班等我在家吃饭。哎哎，别别，那个我本来就想请你吃饭来着。一方面你帮我整理，还有就是我跟红星刚在一起，我有些事情想向你请教，行吗？你等会儿，你先把这个拿下来，我去拿钱啊。我等我啊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啊。有人吗？哎，小姐，哎，麻烦给我杯橙汁好吗？好的，稍等，谢谢。哎，江老师，丁阳那个最近表现还可以吧？他反正都一直都很稳定，反倒是张彤老是惹他麻烦。你桃花遗传这事儿，哟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坏了吧？怎么办啊？哎呀，那还有楼梯在那儿，要不走楼梯吧？嗯，多少层来着？18层。走吧。行，吃饭前锻炼锻炼啊。这些人关的，我觉得肯定是受不大了了。肯定是。电梯怎么了？有人被关在电梯里了，就卡在上一层。谁这么背啊？就是。关了多久了？大概得15分钟了吧。你说这不作孽吗？你说，不会是张红星吧？哎，喂喂，他不没那么帅吧？不行。哎，哎，这个女人，这是要死的节奏啊！这是。阿姨，是有人被困在里面了吗？是啊，是啊。红星，红星，是你在里面吗？江老师。江老师，江老师，电梯卡住了，你能找人来维修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就打电话给物业，你别急啊。电话已经打了。哦，是啊。红星啊，说那个电梯维修兵在路上了，你别着急啊。哎呦，我天，我天，真是红星啊！是他在里面，怎么办？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我的手机好像落在你家了，能帮我找一下吗？手机，他要找手机，那我去了，你看着他啊。放心放心，别着急啊，没事没事啊。哎呀，幸亏没跟你一块走哎。
你哪位啊？张无心呢？啊，我是他女朋友。手机在我手上，你有什么事找他，我转告他。喂，啊，怎么挂了？怎么样？红星马上就好了。来，看看看看。哎呀，乖乖，没事吧，红星？快点，江老，我手机呢？我的手机。哦，在在在。谢谢谢谢。你喝点水。谢谢，我没事。哎，你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吗？啊，我怕有急事儿。怎么了？哎，没事，谢谢你啊。你去哪儿啊？哎，谢谢美阳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认错人了。不是，美阳，你听我解释。喂，喂，喂，欢欢，你误会来了。误会？我误会你什么呀？我误会？不想跟你说话，臭不要脸。
怎么来了？请问一下，美阳在吗？哦，他还没回来呢。要不您进来等等。不用了，谢谢您啊。啊。哭够了吗？哀悼完了吗？我谁也没哀悼。那你哭什么呀？我没哭。你没哭啊？那咱走吧。走哪儿？咱回家吧。喝成这样怎么回家啊？哎呀，都是那张无星，该死的玩意儿，把我都弄糊涂了。喂，啊，林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了。啊，江老师，怎么了？那个，红星，他回来了吗？没有啊，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哦，他刚才是跟我在一起，不过他有事先走了，我打他电话他也没接，所以我有点担心他。哦，你放心吧，他老是这样，经常这样。哦，不是我是说啊，那肯定手机又出什么毛病了，声音小听不见。你放心吧，江老师，我让他赶紧给你打电话啊。哦，好啊好啊，那林老师您早点休息，好，晚安。喂，妈。红星啊，江老师给你打电话，你干嘛不接呀？那个手机忘车里了，没听见。你真是的，赶紧给人家回一个啊，别让他担心。行，我知道。你也早点回家啊。啊，那个我会晚点回去，你早点睡吧。祖宗，这是我家啊！这不是我家，这是我家，你快回去吧，行吗？都几点？快回家啊！回家！哦哦，哎呀，当心点自己啊！走吧走吧。你怎么喝那么多呢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为什么要接你电话啊？你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你放手，滚蛋，王八蛋！能不能让我解释？我不要听你解释，你就是混蛋王八蛋。对，我混蛋，我王八蛋，你都没错，你都是对的。你说我犯什么我？我不是女朋友，去找女朋友，去找女朋友去，我不是女朋友。那你把我当什么？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？能不能不要想一出是一出？你说分手就分手，说复婚就复婚的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你有没有给过我解释的机会？
我虽然不太会说话，但是我从头到尾对你都是真心的。江老师，丁阳妈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丁阳送点东西。他应该在上课的吧？要不先放我办公室。哎呀，那就太麻烦你了。没事，给我。谢谢谢谢。江老师，方便聊聊吗？江老师，你和红星的事儿我都听说了。这男人啊是这样的。谈恋爱的时候呢，是这山望着那山高。这日子过久了，也就没事了。说真的，我都不觉得我们在谈恋爱，倒挺像在互相敷衍。江老师，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句实话。这个张红星啊，就是因为听说你要自杀了，才答应和你在一起的，所以他现在的心确实不在你这儿。自杀？谁说我要自杀？是张彤这孩子说的。他说看到你拿着一大把安眠药，要不是他们及时赶到，你就吃下去了。这熊孩子，我那就是个误会，我还不至于为了这事儿自杀。对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得跟他说清楚。哎呀，江老师，甭管是不是误会，我的意思是啊，既然张红星已经答应和你在一起了，你就要抓住他，顺根往上爬呗。那可不行，这样的话不成骗他了。您甭管什么原因，反正他现在已经决定跟你在一起了，你只要抓住他，把小日子过上了，你这辈子就是最幸福的了。啊，他的心里要没有我，我怎么可能幸福呢？你就听我的，张红星啊，就是最适合你的男人。不过，你得想方设法呀，把他拿下。过了这村儿，可就没这店儿了。他心都不在我这儿，我怎么把他拿下呀？我就简单的跟你说吧，你就是拼命的对他好。你比如说，他要是想吃大米了，你就给他熬粥；他要是想吃白面了，你就给他烙饼；他要是还想吃大米又想吃白面，你就给他做锅巴馅的饺子，啊？这样真能行吗？肯定行，没问题。小刘，你刚刚强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请说。前台有位叫江慧的女士找您。啊，她来干什么？您需要我问她吗？不用不用，让她上来吧。好的。张总监，请您去她办公室，这边上去右手第一间就是。这间。对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
红星，忙着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闲着没事儿，给你做了点饭菜，想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啊，可是我不饿哎。没事儿。哟，这桌子乱的，看你还不如我那些学生。没事没事，你忙你的，我来收拾就行了。不用收拾，我一会儿还得那个。老大，您叫我们。我看你们做的啊，这两张图我不要了啊，下面这个文案也要重写。你们这个 PPT 做的太水了，能够用十五张图做完的，为什么要用四十五张图呢？啊，赶紧修改一下，下午齐博士还要来开会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听见没有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去吧。好的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嗯。哎，对，稍等一下。这样子吧，你们中午也别去食堂了，把这个拿去吃了，争取在两点以前把这个事情做完。这。那谢谢嫂子。谢谢嫂子。谢谢嫂子，谢谢老大。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怎么把衣服挂在这儿啊？灯罩都给弄坏了。怎么潮的呀？这怎么穿啊？你别管了啊，一会儿就干了。老大给咱俩发福利的。什么呀？是嫂子给咱们发的福利。嫂子？哪个嫂子啊？老大女朋友。哎，物理班还是跟学校啊？都不是，这次呀换了个新的。新的又换了？长得怎么样？比段潇潇知性，比奥利弗呀更有女人味。哎，老大太厉害了，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定了三个。简直是男人攻击啊！好了，别眼馋了，快吃吧。来来来，这汤这么厚，我香点啊。哎，大哥，快来吃，这是咱们大嫂做的。这是你们，不是你们福利啊？哪个大嫂？就是老大的新女朋友。哎呀，新的，八成新。新的，谁呀？江老师啊，哎呦，你好，是您啊，丁阳爸爸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稀客啊？没有，我下午没课，就做了几个菜给红星送过来。哎呀，这红星真是幸福的人啊！笑话我了，我走了。没有没有，羡慕。拜拜。慢走慢走啊。这周怎么这么眼熟呢？你们今天在办公室聚餐呀？哎，齐博士，您来了。今天咱们创意部呀发福利了。什么福利啊？这个，咱们大嫂给咱们煲的汤味道确实不错。哎，给您来一碗尝尝。等会儿，谁是大嫂？就是我们老大新女朋友。对，那不就是我们大嫂吗？对。您盛碗汤尝尝。哦，我只喝酒不喝汤。为什么？行，我知道了。红星，来，快把这身衣服换上。你要去买衣服啊？啊，潮的衣服穿着多不舒服呀！赶紧来。快下班了，不用换。还要我动手啊？啊？来。啊，不，我换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那个，要不你回避一下？哎，你们快点吃，快点吃啊！这齐博士来了，咱们该工作了吧？好。那个，你们老大的新女朋友走了吗？这刚才还在老大办公室里呢。应该还没走吧？应该还在。嗯，那你们先坐一会儿啊，我出去一下，一会儿回来。来，齐博士，慢走。行了，反正衣服也买了，那我走了。啊，好。记得换上啊。好。
哎，你怎么不敲门呢？哎，你说什么？你也真可以哎，人让你换你就换是吧？哎，我让你把这吃了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你这是这么听话的吗？我怎么知道他会冲进来啊？关键他连门都没敲。哼，所以说你是奇葩嘛。这个奇欢那是搞心理学的，专门让人想得开的。你把他气成这样，你牛。他是美瑶的好朋友，他肯定是以为我跟江辉在一块儿的，所以才那么冲动。老大，你跟关美阳真没戏了。说什么呢？你会不会说话呀？你现在劝，你看他现在那样，你看那丑狗样。不是，我跟你说真的啊，红晴，这个现在来看，关美阳跟你复合真的是越来越困难了。江慧同学，哎，不是江慧老师，真的挺靠谱的，你好好想想。一看就是一把这个家务的好手，你那劲儿，将来生孩子都没问题。不是你说什么呢你？不是老大，你可不能破罐子破摔啊！这关美阳心里肯定有你，你得做最后的努力。什么叫破罐子破摔？你懂什么？心里有就能成啊？你心里还有余杰呢，人搭理你吗？不是我说你哪头的你？哪头我都不算。不是你怎么老站江慧那儿啊？我站哪头都可以，我关键是这些女的其实都特别好。关键跟他合不合适，他觉得幸福，我都行，我都支持。你快拉倒吧你！你闭嘴！你别说话！你别理他，他这是个娘子草。我是你，什么叫做生孩子啊？你怎么知道他会生孩子？你跟他生过啊？猜想不行。哎呀，那我真犯贱了我。妈，你还没睡啊？你喝酒了？哎呀妈呀！是我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云老师说你出去喝酒了，我不放心，所以在家里等你。厨房里还有点热汤，要不要喝一碗，能解酒？不用不用不用。江老师，我不是中学生，我是成年人了，不需要监护人。你觉得我限制你自由了？你没有。但是对，我是觉得有点不自由。我又没有说你什么。你不是要说什么？好，那你想我怎么做？时间很晚了，你该回去了吧。稍等一下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你喝酒了，又不能开车。我打车送你回去。我可以自己打车。太晚了，你一个人不安全。行了，你都忙了一天了，也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还有，明天你要换洗的衣服，我都放在你的床上了。江老师，你真的很好，就是行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我也走了，风太大了。对不起啊。没事，晚安。
来了，吃早饭。早啊。怎么了？是见到鬼了？还是不愿意看见我？不是，你怎么那么早啊？你不累啊？不累，我现在啊不做班主任了，一天就上几堂课，怎么会累呢？倒是你每天早出晚归的，早餐很重要。行了，赶紧吃吧，坐，来来来，吃，坐下。姜老师啊，不做班主任就没那么辛苦了。是，以前我也做过班主任，碰到不懂事儿的，真把你气死。所以啊，每次生气都跟他们演呢，要真动真格的，那还说得了？是我们当老师的就应该宽宏大量。哎，你昨天晚上什么时候走的呀？你看我真是老了，我撑着撑着就睡着了。没事，我等红心回来就回去了。你以后不用等他，他那工作啊就是忙，每天晚上都那么忙。对，你妈说的对，以后不用等我。反正彤彤不在家，你要愿意啊，以后就住他的房间。怎么了？华。不是咱俩呀、啊？怎么了？齐活啊？什么齐活？你还记得我拉那个 Red Line 婚恋交友网吗？那不是温丽丽去了吗？现在在我的名下了，结果我艰苦卓绝的讨价还价，现在就开个碰头会，下周的活今天下单，听明白了吗？快点快点！啊？哇，还有国际影响？是的。厉害！哎，他们来了。哎，快来快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这位是千里相约婚恋网的活动总监薛红线女士，这个是破牌，我们创意部的 ECD。这位是、那个、这位是汤姆，我们熟人熟人熟人啊，那就好，来大家坐坐下说啊。哎呀，您真叫那个薛红线，这个名字够流芳百世的了。啊，我吧，开了公司之后改的名。哦，花钱了。不是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我意思就是说这就叫敬业，对吧？要不说您那网站做那么好呢。我跟你说哈，我们这个网站真不是吹牛，在同行业当中真的是名气最大，信誉最好，而且活动是最多的。我们哈，全国各地的会员都有，我们的配对成功率也是最高的呀。啊，当然了，收费也是最高的。您这个 case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？我们这个活动吧，针对的是钻石级会员。破派，你是咱们的创意总监，一定得拿出套新的方案来，保证让薛总满意。是。哎呀，我满意没有用啊，必须要我们的 VVVIP 会员满意才行，是吧？对不起，我想请问一下。这个所谓的 VVVIP， 他们得交多少钱呢？你看啊，现在人找对象谈恋爱找的是谁呀、啊？灵魂伴侣。哦。他会让你直视内心的灵魂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这个会费还是很便宜的嘛。才21,314元整，有零有整，那是有寓意的。哦，爱你一生一世，妙，洋气。慢点跑，妈妈，米卡阿姨。听说你最近学习特别好，阿姨奖励你，请你吃特好吃的冰淇淋。好，谢谢米卡阿姨。小馋猫，走吧。美阳，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在一家相亲网站上办了个 VIP 会员，过两天他们有活动，
说女会员可以带一个家属参加，你陪我一块儿去吧。相亲会啊，我可不去。我也不知道这种相亲会靠不靠谱，你看人准，就陪我去吧，给我当个参谋把把关。我这人大大咧咧的，我看人还准啊？你看我那前夫都看成什么样了？哎呀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！哎，我这第一次相亲，我心里没谱。哎呀，看你这人。行了行了，陪你去。Bestie forever。这个方案你要亲自主持。为什么又要我亲自主持？那不是我的业务范畴，我是做广告创的。我不管，我现在压力大，你要帮我分担那1500万的任务。你是不是傻？那个整体活动预算对于你那1500万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呢。这个活动小，但人活动多，我要先把关系维系下来。别忘了，我现在帮你对付江慧老师，被忘恩负义。你说的都是馊主意好吗？这主意被你用馊了好吧？怪我喽？什么都怪我喽？行行行行行。要我帮你出主意是吗？下了班以后陪我加班。我不陪。你再说一遍。我陪。大手笔就不一样啊。那上面写着每个会员奖励一辆宝马。不可能吧，这么土豪。真的。多少钱？你走对不对了？这不就是说，宝马自行车是吗？自行车？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？这谁呀？这么不要脸？陪你玩呢啊？哼，依我看，这活动白做了。为什么？肯花20多万参加这个活动的人，会在乎那10000多块的自行车吗？送什么礼物并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，怎么样让这帮土豪开心呢？你就像我说的真值钱。对不起啊，哎，啊，接着说，接着说。你饿了吗？我饿了。我饿了，吃饭吧。没吃到，快输了。哎，走啊。我不去，我得回家。你说完了，我回家吃饭。我请客。这有一出没一出的，我真……这叫请客？好意思？有的吃不错了，嗯？你不就要我帮你想方案吗？其实你的方案我早就想好了。我早知道了，我就等着你狗嘴吐象牙了。你看啊。他们不是给每一个会员有10000块钱礼品的额度吗？咱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做文章啊。具体点。嗯。也别送什么自行车了，就买男士专用跟女士专用的礼品，通用的跟中性的都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现场办活动的时候，可以现场抽奖，但是这个抽奖抽到的不是给自己。咱们可以比方说。用抛绣球的方式抛给一个你看中的异性，让他来帮你抽。然后呢，在派发奖品的时候呢，动点手脚，比方说你抽到的就是给女性专用的礼品，那女生上来抽到的呢，就是给男士专用的这个奖品。那你想啊，你在现场看到一个漂亮的异性，你把绣球抛给他了，然后你抽到的又是女士专用的用品，那你是送给他呢，还是自己带回家呢？送给他呗。对啊，那现场气氛还不热闹吗？就跟闹洞房一样。嗯，这个方案有点意思。你还是真的很厉害。嗯，行，我可以回家了。哎，你还没吃呢。不用了。啊？那我有一个更好的方案，不得听啊。这个方案我觉得很完美，我非常满足。再见。你这是卸磨杀驴吗？你是驴吗？你不陪我了？我不是，我是。你找这个啊？再喝点吧。
我，大哥，大哥，啊，两点了，放我走吧。难得嘛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现在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呀。再陪我聊个5块钱。你看你那样儿，你都没电了，你聊什么聊？你赶紧的吧，你现在再不走，我回不了家了都。那么着急回家干嘛？你老婆又不会跑。我就是害怕回家之后又遇到江慧，哎呦，特别烦，我都不知道跟她说什么。不就这点事儿吗？好，我拿出点绝活，我看来今天是收不了场了。我觉得你现在被这个爱呢弄得跟关美阳反目成仇，由于爱和江老师，啊，让他独守空房。要是我现在就回家，如果江老师就真的给你在那开门，你就把他收了。不行，你就去关美阳那儿把他收了。都不行，你现在把我收了吧。滚！谢谢大哥。回来了，哎呀，吓我一跳啊你！嗯，哎呀，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？你不回来我能睡踏实吗？又喝多了吧？来，快接起酒吧。喝倒没喝多，真让张无心把我耗的。哎呀，酒香老师。逼得回不了家了。江老师，江老师又怎么逼他了？早上、中午、晚上的送饭，弄得跟他们家保姆似的。嗯，哎，那张红心是不是特别感动啊？啊？对，都感动死了都。你看，我就说嘛。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呢，那就得死乞白赖的对他好。我这主意出的不错吧？我就觉得这味儿不对。你说的主意？对呀。你怎么那么能帮倒忙啊？我怎么帮倒忙了？张红星为什么跟江慧好啊？为了稳住他，不让他自杀。对啊，已经稳住了，下一步就是让他们俩脱离这种关系。我现在正在帮他弄这个事儿呢，你怎么回事啊你啊？哟，丁长江啊，你说说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啊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哎呀，婚什么婚呀？那张红星他不喜欢那江慧儿，这种事儿你怎么能强求呢？他看着他的就有生理反应啊！你站住！我跟你说话呢。哎呦，我警告你啊，以后不许给张红星出馊主意，瞎搅和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你能让我去学校吗？哎呀，但有时候都是哥们儿，是吧？哥们儿向你求救，好啊，哥们儿，明天你就跟他过去吧，对吧？也不是说你，哎呀，我就这，哎呀，今天晚上睡沙发。哎呀，关灯，都走上去了，我关灯啊。哎，你下午跟温丽丽说，那个活动我不去了，太累了，让我休息一下。别去啊，要不得罪人。活动计划早就做完了，为什么还要这个部门主管参加啊？哎呀，温丽丽也不是为了工作去的。那她为什么要去？满屋子单身土豪，她去赚会费去了。那我为什么要去？因为你也是单身，你可以去赚会费啊。那你为什么要去？因为我陪你去啊。
我要去感受一下梅兰竹菊，梅兰竹菊。你为什么要进我办公室啊？你问我为什么，我就想杀人。各位男女嘉宾，各位帅哥美女，大家好。首先呢，本人谨代表我们网站对所有男女嘉宾的到来表示最最真诚的欢迎，欢迎你们。啊，今天呢，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现在是自由活动的这个一个环节啊，你们找到你们心仪的那一位，留电话，留电话啊，留名片的，留名片。稍等片刻呢，就是我们活动的高潮部分，摸彩。你们大家将获得我们网站精心为你们提供的精美奖品，大家期不期待？期待。高不高兴？高兴。还不开心？开心。掌声在哪里？那就咱们待会儿再见。我去那儿走走啊，去吧，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去吧。陆总，关小姐，陆总，你也来相亲啊？啊，我也在这儿办了张卡。怎么你也是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陪朋友来的。哦，有饭。小姐你好。你好。高先生，谢谢。这种相亲可真没意思，我看跟商务酒会差不多，一顿互相递名片，说的都是以后有机会合作。你就没一个看上眼的？张三太风流，李四太傻了，这太胖，那太老，都不靠谱。我都跟你说了，这种东西就是不靠谱，还非要来。好，尊敬的各位帅哥美女。咱们的摸奖环节呢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帅哥们啊，到我的右手边这边来入座，请各位美女啊，到左手边这边来入座。真没意思，要不咱们走吧？来都来了，万一摸上奖呢？去坐会儿吧。行，那我先去趟洗手间。我这，啊，身材太好了。胸牌你先替我贴着啊，万一回头摸奖摸到我呢？那你快点啊，马上回来。摸彩环节的一个规则，等一下呢有一个奖箱，我来抽取号码，抽到号码的这位嘉宾呢到台上来啊，但是啊一定要再找一位异性帮你来抽这个奖。你们玩得开心啊！哎呀，丽丽，哎，秀总，哎，哟，丁总，张总，怎么样？活动还满意吗？非常满意啊，我们那些会员玩的都不亦乐乎。我们公司啊特别注重跟你的这次合作，这不几个负责人都来了。这次真心谢谢你们啊，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棒。哦对了，一会儿抽奖活动马上就开始了，你们去凑凑热闹吧。好嘞。我们这也不是会员，合适？当然合适了，别客气，拿着，这是抽奖牌。哦，哦嘞，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啦。每个人都能抽到大奖，快进去吧！哎，啊，好，一会儿见。客气。
尊敬的各位女士、各位来宾，咱们的抽奖环节现在正式开始。等一下呢，我找到一个奖箱，从里面抽取一个号码。中奖的朋友请马上到舞台上来。但是啊，奖品不能马上给你，我们要找到一位异性来帮你抽取奖品。这个异性怎么找呢？我们就用抛花球的形式啊。等一下呢，男嘉宾往女嘉宾那边扔，女嘉宾呢往男嘉宾那边扔。拿到花球的朋友，请到舞台上来，帮助对方来抽取这个奖啊！都听明白了没有？咱们这个有没有意思啊？有。好不好玩啊？好玩。抓奖环节现在正式开始。薛总，张总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没有，我就四处看看啊。啊，我刚刚看了一下旁边那个宣传海报，也是老丁他们出的吗？对呀。Vika， 真巧啊！我们认识吗？哦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华盛国际品牌推广公司的陆明。关美阳小姐就是在替我跟您谈合作。哦，陆总您好。您好，你也是来参加这个是吧？啊，是，我是他们会员。真巧。刚才里面人多，我没有看到您来。幸亏我出来透透气。是。我先走了，有机会咱们再聊。好。再见，陆总。好，掌声欢送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呢，我们再次抽出我们的幸运奖，来看下一位中奖的朋友是谁。谁？哎，16号女嘉宾，哪位？16号女嘉宾是哪位？哎，好像是你啊，你是16号。哪位哪位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哦，那位美女啊，来，掌声恭喜恭喜，送了我们的幸运大奖。哎，来，美女，台上来，台上来。啊啊，我是替朋友来的，他去洗手间了，你再等一下。哎，不不不，这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来来来，行了，不要紧，来来，掌声恭喜他一下，太羞了啊！来来来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来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来吧，来吧。哎呀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要用这个抛绣球的形式啊，看看哪位帅哥能帮助我们这位美女来抽取这个幸运大奖，好不好？来，美女。不是，他去洗手间，马上回来，你们稍等一下。哎，不要紧，我们这个规定啊，是可以带亲朋好友一起来的啊。既然来了，就是一家人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姑娘，来，抛绣球，来吧，来，掌声鼓励鼓励啊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不好意思，来，好，来，没关系，长那么漂亮，对不对？又是单身，来，没关系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我代替他跑，好吧？啊，没事，来来来，好好好，来。我代替他跑。哎，好好好，行，来，准备好，来，三二一，绣球走。哎呦，我的妈哟！哎，这位帅哥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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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，上来上来上来。哎，那个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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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，我是来凑热闹的。那个那个没跟那个谁那个谁，这那个谁那个谁啊？你别害羞，别害羞啊！来来来，哎，不是他这个，他出去了，我叫他，我叫你，等会儿啊，你，哎，这都是缘分啊，帅哥，赶紧回来，赶紧回来啊，我等你啊，我等你。他们给我出了300，然后我们选了100，就这版我们觉得非常符合我们公司。哎，快快快！哎，这休息，干嘛呀？这一会儿掉啊！跟你这中彩了，中彩了！什么呀？这男嘉宾回来了啊！掌声送给他，掌声送给他！哈哈，什么叫给我？鼓励鼓励鼓励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
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位帅哥，上来帮我们这位女嘉宾来抽取大奖，好不好？掌声欢迎！看看能抽到什么奖品啊？看看手气怎么样？来吧。好，看一下。哎，电动剃须刀一部，恭喜恭喜！不过这位美女哈，既然你来到我们这个聚会，肯定也是单身，那这剃须刀你是用不上了。这帅哥这么帅，要不要把这个剃须刀送给他呀？我为什么送给他？我不愿意。不送也行，也行啊。你们有没有查会员资格？这个人有女朋友，他凭什么参加相亲会啊？你这么说有意思吗？怎么样有意思？你吃着锅里的站着玩的，这叫有意思吗？我今天来是因为工。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呢？我愿意，你管得着吗？二位息怒哈，今天这是相亲会，这不是法庭，咱不能算这个家务。息怒哈，美女，这个我们。你跟着我干嘛？那门没开，在这边。咱们继续抽奖啊，继续抽奖。哎，娘娘，麻烦问一下，刚才看没看见有一个男的，有点着急的往外出，文质彬彬的，怎么搞？谢谢，我自己找找。维卡，汤姆。哎呦，真是你啊！你这来相亲的？对啊。我是来相亲的，怎么不行啊？行，当然行了。哎，汤姆，你不是结婚了吗？你也来相亲啊？是。这是咱们公司承办的业务，我拉来的。这是咱们公司办的。啊，办的挺好的。谢谢。那个，您是等人？我等朋友呢。哦，还没出来。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往里边去看看。回头再见。回头联系啊，再见。维卡，你去哪儿了？对不起啊，亲爱的，我临时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哦，走了？啊，没事。球场都订好了是吧？哎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帮我取消。维卡，哎，你还没走啊？啊。我这就走。我在想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喝杯咖啡？你现在就想和我谈工作吗？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不是谈工作。那你是谈什么？我们既然在这样的场合见面了，而且之前又有些渊源，我在想，我们不妨彼此互相了解一下。当然，不管我们的关系发展成什么样，这对我们都没有坏处吧。你这邀请有点太突然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心理准备。也没那么难下决定吧？我们既然花了那么多钱，到了能收获的时候，总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嘛，不是吗？那好吧。我的车就在外面，
请。林静。问你个事儿。哎，那个，这次我们活动合作的印刷厂还是韩厂长那边吗？是啊。怎么了？那你是不是该考虑换一个合作伙伴？为什么呀？你没注意到活动现场的印刷品质量都很低吗？肯定是偷工减料的。这个事儿呢，不能全怪韩厂长，也怪我。为什么？他之前呢是给我报了一个新价，说这个折价上账啊，成本增加，但我觉得考虑公司的利益，我没同意。他可能就为了保证自己那块儿吧，就用了劣质纸张了吧？你们这都不是正经做生意的方式啊！咱们公司接的都是高端客户，看中的都是活动效果，怎么可能介意那一点点成本上涨呢？有多少钱就报多少钱呗。还有啊，你要跟那个韩厂长说，叫他不要因为那一点点利益就把口碑给做砸了，因小失大，划不来吧？明白，明白。那个你放心啊，我一定严格贯彻你说的话。哎，纸的事儿我来定，绝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。这老韩呢，这个人确实太不容易了，我一直也想，过去也没出过这种问题啊。做生意嘛，做熟不做生。丽丽，嗯，那个，今天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 Oliver 也会去，所以现场有一点。别说了，人生总有意外嘛，没关系。谢谢啊。张红星，丽丽姐，怎么了这是？今天的活动又被这个泼牌和 Oliver 给搅和了。 Oliver 他怎么去了？我哪知道啊，这个张红星简直是我的克星啊。我看也是。丽丽姐，这次你别忍了，你都忍他多少次了。不行，我的任期马上就到了，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乱子，等我正式坐上这个位置，看我怎么治他。今天这个事情网站怎么说？要不要我去做些工作？目前为止网站那边还没说什么。以后公司再有任何活动，禁止张红星出现在现场。放这儿。妈。哦，回来啦。哎呦，今天很早啊。啊，来吃饭。我叫姜老师啊，做了红烧鱼。张红星，你快尝尝看味道怎么样。对不起，你们吃吧。我不饿。哎，你是累了吗？你看看他，平时啊，忙得不着家，好不容易回来早了，他又不吃了。那个林老师，我进去看看他。你这怎么了？没事啊，就是有点累。那我帮你把饭端进来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你吃吧，我不饿。就算遇到再大的烦心事儿，饭总得吃吧，这样身子会垮的。谢谢，我真的不饿。那我给你端进来。我能不能静一静？你不想听我讲话？对不起，
这样子吧，我们去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我请你吃饭。真的？嗯。好啊。你好，请问你要什么甜点？有什么推荐的？这几种甜点是我们餐厅的特色，特意为恋人推荐的。那这个吧，麻烦请那个琴手过来一下。好的。先生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？是这样，请问你会拉卡农吗 ？OK， 没有问题。谢谢。今天怎么了？就是想请你吃一顿比较精致的晚餐。你们有没有查会员资格？这个人有女朋友，他凭什么来参加相亲会啊？你吃着锅里的，站着玩的，这叫有意思吗？今天真的很开心，谢谢。要不你先尝尝，我想去一下洗手间。晚了还给谁打电话呀？这红星为什么关机了呢？来来来，谢谢。不是我说你们俩上一天的班了，这刚分开没多久，这又打电话，你真是倾向有问题了。我跟你说吧，不是今天那活动现场，关美阳突然出现了，好像俩人一言不合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了，谁赢了？你赢了，你吓死我了你！哎，你怎么那么好事儿啊？人家没动手，是吵架，就是说话有点伤人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就是天意，让他们俩呀一见面就掐。这张红星，我跟你说吧，就踏踏实实的跟那个姜老师处吧。也是，其实姜老师真的挺靠谱的。但是他就是看不上他，哎，跟关美阳吧，俩人还老碰上，真是天生的一对。你是不是又想睡沙发了？我，你们这些男人呢，就是属驴的，赶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啊。这好吃好喝伺候着吧，还这不满意那不满足，我看就不能给你们好脸儿。真是没我们男人，你们不都成女光棍了？哼，女光棍更好。我还告诉你，丁长江，我早就伺候够你了。真是说着说着别人的事儿，怎么影响咱们家的安定团结了？哎，牛奶喝了。哇，哎，你穿休闲装都很好看啊。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？
只要肯花心思，还有什么是办不到的呢？陆总，上回我好像跟你说过，最近我不想谈工作。哎，我也不是找你谈工作，是因为上次跟你一起聊天聊得非常开心，我是想再请你吃顿便饭，你可别拒绝我。行，那我去换件衣服。哎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你现在这样已经非常好看，特别漂亮。那走吧。咱们今天在这儿吃饭啊？这都是我的酒，喝起来方便。都是你的酒？你想喝哪一款？哎，今天不是吃顿便饭吗？这样才能表达我对你的诚意啊。陆总，你实在是太客气了。贝克，从一开始我就非常敬重你的才华，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想法、特别有主见的女人。那自从上次在相亲会相遇之后，我对你又多了一层其他的好感。我这个人有点笨嘴拙舌的，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既然我们相遇了，就说明上天早有安排。那我们能不能顺着这个轨迹发展起来？陆总，看来你对我已经很了解了，可是我对你还是一无所知呢。你需要我提供一份简历吗？可以啊。还是你问我吧，我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你出生在澳洲是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出生在宾州，上学在德州，我现在我父母住在长岛。哦，这么说你是美国人？不是啊，我是山东人。陆总，你可真幽默。叫我陆明好了。好，陆明，谢你请我喝酒。您能赏光是我的荣幸。谢嫂子，真好喝，真好喝，哎，真棒！喜欢喝就多喝一点，还有呢。嫂子，你这汤包的太好了，有时间也教教我呗。你们哪有这时间呀？熬汤可花功夫了。你们要喜欢，我老给你们熬。哎，嫂子，给我来点，再给我来点。哎，嫂子，哎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偷看那个女朋友在给他们分汤吧？分汤？哎呦喂，这是搞的哪一出啊？这是？你还不知道吧？现在创意部啊，跟福利院似的，他那个新女朋友隔三差五的就来给他们送午饭。你看他们一个个，嫂子长嫂子短，嘴跟抹了蜜似的。嫂子不光人长得漂亮，汤包的也好喝。对呀，就是。就你嘴甜，来来，再给你点。谢谢嫂子。这个破派业绩没整出来，女朋友换的倒挺勤快的。是啊，你说他把别人弄这么乌烟瘴气的，像什么样子？谁能娶着嫂子呀？那可是天大的福气。你呀，多喝一点，越喝越漂亮，谢谢，就快能找到男朋友了。丽丽姐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跟我就有什么说什么。你看啊，从你上任以来，这个泡派嚣张成什么样子了？你也不管管。人家秀恩爱，我管得着吗？那你可以宣布纪律，闲杂人等不许进工作区域啊。使用强权就是示弱的表现。再说了，那样能服众吗？那你就任由他这么放肆。是不能放任他了，得想个招敲打敲打他。Cindy 你好 ，Oliver， 自然界的尾款到了，请您来公司签字领取。啊，你们公司那个会计他那儿有我的账号，你们让他直接打给我就行了。我们公司换领导了，财务制度也有些改变，您得当面签收。
那行，那我过去一下吧。那请您下午4点钟来公司一趟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莉莉姐，你安排的事情我已经跟 Oliver 约好了。好，钱我已经准备好了， Oliver 一到你就去财务科取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莉莉姐，你叫 Oliver 来干嘛？破百跟 Oliver 之前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破百的那个现任女友不是总来公司吗？ Oliver 一到我就让他等在前台，这见着得多尴尬呀。哦，敲打敲打。下班了，嫂子。哎，来了，下班了。嗯，中午的瓦罐汤真赞。是吗？那明天再给你做。哎，谢谢嫂子。拜拜拜拜，嫂子再见。哎，嫂子好。Cindy，不好意思，奥利弗，让你等久了。你签一下这个吧。好。现金啊？对，财务部说这样比较好清算一点。啊，你点一下吧。不用了，都没开封，肯定不会错的。行，那我先回去忙了，谢谢啊。你们那个创意是很好的，但是呢，就是除了横向的之外，纵向。今天那么早下班啊？哎，你来了。嫂子又来接大哥啊？幸福啊，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我还在犹豫要不要上去找你呢，怕打扰你了。不用。那下班我们去哪里啊？啊？听你的。美羊。